来时路，旧法用新知。大家好，我是赖瑞玲。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贴春联，像是福到了，大家都希望啊很有福。但是福不是去庙里求来的，而是要用心耕耘这一口田，勤耕心田来把福给做出来的。就像是这一句近似语所说的，福从作中得欢喜，慧从善解得自在。岁末祝福是慈济人到了年底的一件大事，会从十二月中一直延续到农历年前。每年的这个时候，慈济人会和所有的会员们共聚一堂，互相的感恩，彼此祝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一致的动作，一份和合之美。佛典乐曲唱诵间，也洗涤自己的烦恼。这是一年一度慈济的岁末祝福。每场活动参与人数总在数千人之谱。2014年，全台湾近50场的活动，凝聚了15000多人，感恩旧的一年平安健康，祈愿新的一年福慧增长。这段期间，正言上人也从东而西，由北至南，全省行脚，感恩十方大德一年来对慈济置业的支持。回溯历史，这庄严温馨的岁末祝福从何而来？其中又有多少改变呢？现在我们看到荧幕上的这一张照片，是在1987年岁末祝福所拍的。从这张照片和先前的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岁末祝福和现在的方式是完全不同。岁末祝福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历史的见证者，委员编号104号的慈济委员季静阳师姐来和我们分享。静阳师姐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们先看这张照片哦，好特别哦。这个菩萨他是在演些什么呢？他的穿着啦、服装都好奇怪啊。当时啊，我们从来在那个我们发放啊，冬令发放的时候，我们那一天就是发放之前的那一天，都是上人开示。那这一年就是民国76年，已经医院盖起来第二年了。是。那我们呢，就换了一个方式。那么我们做一个很就是很突出很特别的节目啊，没有经过练习耶。那我们常常觉得说，上人叫我们说要有弥勒佛的这种快乐的那种形象，还有呢有观世音菩萨的这种无生救苦难啊，所以是众生扮演的。那一天我们有三个扮演。这是弥勒佛啊，弥勒佛，还有观世音菩萨，还有呢地藏王菩萨。哇，他这一身弥勒佛的装扮很特别啊，这些道具感觉是没有里头啊，是装了枕头，所有的道具都是就地取材。哇，好有巧思。我们再来看看，除了弥勒佛之外，你刚才所说的另外的白色衣服的就是我啦，也是你。那个时候你扮成观世音的样子，我们就是用被单哦，就这样这样披着，那我手上拿一个就是说杨柳枝对，撒定好。那我们有音乐出来，还有呢中间是我们老二师姐扮演的是那个地藏王菩萨哦，所以是三个志工扮成了三尊佛像的样子给大家看。可是旁边还有一排人呢，那因为三个人出来太单调了，那慈济人就很乖啊，就请师兄啊那在旁边当什么呢，布景。他们是布景，他们当布景，他们也很开心呐。手上拿着的是那个是一个那个蜡烛，是蜡烛。
我们都是临时的，但是很诚意的。当时上人这样看着大家在演绎啦，在唱歌啦，他的表情怎么样？上人怎么反应？都很开心。他上人有时候会这样在笑，他觉得说这群弟子真的自然就是美嘛，简单就是妙法啊，上人就很开心。但是呢，我们会觉得说，哎，实在是太没水准了。但是上人就告诉我说，欢喜就好，欢喜就好。哇，这是一个欢喜就好的智慧啊。在隔两年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有节目，可是因为没有道场，因为我们社区没有道场，让我们道具先在家里做好。因为很简单，临时所有人都来，那我做的道具就是这个，用那个纸箱啊，这一个纸箱做的，这个是一个火车吗？火车头，火车头。对，那因为呢，我们那个时候医院盖起来，有多少的慈济列车开往花莲，好来了解慈济精神，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每个礼拜都有慈济列车，所以我就想说，哎，用这个慈济列车哈，代表现在慈济呢，这个列车是载送这么多的有心人。哦，原来这是慈济列车。那结果呢？本来是希望那天，这一年就已经有舞台了。对，当时是希望说在舞台上面这样就好，结果没想到所有在场的人呢，都这样子排队，真的那个队伍浩荡长。那很开心嘛，你看看每个脸上都怎么样呢？充满了笑容。笑容。那我们唱的歌呢，是很简单，就用火车快飞唱。火车快飞，穿过小山，越过小溪。哦，那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就最后一句说，哦，快到花莲，快到花莲，似乎见了真欢喜。哇，就像刚才我们在影片上看到的一样，哇，真的是一个历史的一刻啊！每个人都很开心哦，我们都没有编排，很自然的上台。嗯，可是我也发现啊，他们的头上都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光芒吗？因为我们事先就想说啊，既然要这样子很热闹的、很联欢的，应该做一个，因为我们慈济人就是说像一盏光明的灯。好，所以头上那个是一个光明的灯啊，也希望说带给社会啊黑暗的角落，那么啊到处都展现光明这样子。看到当时那么热闹的氛围啊，您回想那时候办岁末祝福跟现在再来办岁末祝福，在心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欢喜哈，但是那个时候也因为呢啊那个时候的那个临时，就是说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各区的道场。好，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道场可以练习啦，那可以聚会啦。那个时候说一年，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冬令发放的时候回到花莲，好，跟我们的上人那么一起度过这样很欢乐的一夜哦。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心是相同的，好，那上人给的一句话我永远记得，好，他说就是欢喜，很欢喜啊，欢喜就是功德，欢喜就是结好缘。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都是以一样的这种心境来办我们的岁末祝福。1989年，从正言上人开示精粹集结而成的《静思语》首度发行，让上人收到了此生第一笔大额收入，版税20万元。版税于是化成了福慧红包。从1990年起发送给慈济人，表达上人对大家的感恩与祝福。红包的内容常有变化，从每封装有60元新台币到美金2元，到1998年改为纪念币。纪念币的正面铸有宇宙大觉者的肖像和静思法脉无量易经的经文，背面则是新年的中西历别。
慈济会徽以及慈济基金会成立的年份。从此福慧红包多了一份与时俱增、代代相传的意涵。而在岁末祝福中的尾声，还会点亮一盏心灯，它和福慧红包一样历经演变。为什么称为心灯呢？它的意涵又是什么呢？欢迎回到回眸来时路。今天现场我们有好几个不同时代的心灯，从一开始的蜡烛的心灯，到后来装了电池而且会闪闪发光的灯，到现在啊，我们的灯还会随着感觉像烛火一般不断的摇曳着烛光，而材质上有了不一样的转变，从玻璃一直到亚克力。而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就邀请到了这心灯的主人委员号590号的陈学子师姐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学子师姐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很感恩师姐哈，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啊，在这张照片里面呢，其实也是意义非凡，因为你手上就拿到了非常珍贵的一个心灯，是与众不同。还记得照片上，师姐你是哪一年拍的吗？那照片里的你好年轻哦。1989年的1月份。1月份。对对对。旁边的人还有，就是嘉颖啊，还有潘廖月师姐。因为都是1月份生日的寿星。那是一个什么场合？那是联欢会哈。那就有还有一个就是祝寿1月份生日的哈。啊，上人特别给我们祝福。哇，师姐，那我们可以打开来看看吗？好。哇，这真的是非常难得，我们现在都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造型，而且看到这个盒子的外端还有写着你的名字。哎，是啊，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样式，里面还有一张卡片。对对对，这很像一个灯笼，都是用蜡烛做的，你看这像一个灯笼哈。对，哎，啊，这还有一个祝福卡，这个祝福卡就福星高照，福寿延绵。上人还署名了。对对，真的好感动。这个灯我看都没有点哎，师姐都舍不得用。对啊，因为这个灯很特别，如果这么美的一个灯啊，我只要点的话就破坏它了，所以我就把它保存起来当传家宝，所以把它锁在金库里。我们接下来看这一张照片。哇，也是很难得耶。是是，上人亲自帮您点灯。对，不过当时这个点灯的方式好像不大一样哎。对呀，真的是一个历史。那时候是岁末祝福嘛哈，那时候就是在台北分会地下室 B1 B2 嘿，啊就在那边就是坐满满的了哈，啊中央走道啊，那时候上人呢没有办法每一个人点嘛哈，啊就从中央走道的那一排哈。就是开始点，然后再往旁边的传，就是向上呢给我们的一个传的一个法脉，一个心灯，一一的传。就是第二个呢，他就蜡烛拿起来再过点过去，就一一的传过去。所以这个烛光是从中央走到慢慢在扩展开来。对啊，那代表上人给我们点亮我们的心灯，那意义非常大的。然后那我们再去点亮更多的心灯，灯灯相传哈，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灯都点亮哈。然后呢，好像那时候每一个人的那个感动哈，就是好像上人给我们的那个愿力十足，让我们能够走这个菩萨道呢，要更加的用心，要更加的精进，让我们要赶快智慧赶快开，慧命赶快成长。后来就考量这个安全问题呀哈，安全问题，所以又注重环保。因为大家灯都点亮了，那个空气也就比较差了，所以注重环保，上人就是很疼爱我们，所以慢慢在这发明，在这开发这种，这种用电池的，不用点蜡烛的。不过现在当电池这样大家一按下去亮起来的时候，感觉也很好。也是啊，也是很有道气啊。尤其今年的那个蜡烛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很立体感，就是很像真的蜡烛，真的都点亮的那种，啊，整场看起来哇，真的是非常的有道气。其实，在上人帮我们点完灯之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发愿。对对，提到了发愿，我记得那时候上人他提到的是
三部球，对，还记得三部球是什么吗？那时候上人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都求身体健康啊，哈，事事如意啊，好，减轻负担啊，上人都不一样。上人说，第一我求，不求身体健康，只求精神敏锐，哇，真的不一样啊。第二呢，要求，不求事事如意。只求那个毅力、勇气，这个都很重要哎。对，因为精神敏锐也很重要。事事如意。哎，对呀，对呀，哎啊，第三呢，就减轻，就是不求减轻负担，只求增加力量。哇，真的，那时候真的，我们给我们的大开眼界，哇，真的开我们的智慧，我们凡夫跟上人就是不一样。所以在点灯发愿，你回想，其实在参加岁末祝福的心情呢？那时候就是觉得啊，我们何其有幸啊，能够走入慈济啊，都让上人这么疼爱我们哦。但每一个弟子都好像他的，跟他也见啊，赶快就是一一的在给我们叮咛啊，哈啊，给我们的智慧法，让我们能够呢慧面日日增长。1999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台湾发生瑞士规模7.3的级级大地震，造成了2415人死亡，房屋全毁，与半岛超过了105000多栋。面对世纪灾难，亲友家园一夕消失，震后的人心从惊惶变成彷徨。11月26日起，正言上人前往草屯、大理、埔里、东势、吉吉、南投等6地，由慈济援建的大爱村安抚灾民。当时为灾民举行的祈福晚会，却也意外地将慈济岁末祝福推进了社区。欢迎回到《回眸来时路》。这一张照片就是在1999年11月28日，我们在台中大理大爱村举办的921祈福晚会。而照片中这位高举双手的师姐，今天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一起欢迎她。蔡素烈师姐，你好。主持人好。素烈师姐，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活动中，你高举着双手。好像是在线上祝福还是在唱歌吗？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怎么样呢？因为那个大理的大爱屋呢，在今天就是一个启用，那上人呢亲自来到了这个大爱屋，跟所有的灾民们互动跟问好。然后呢，在现场呢，我们有我们的文艺活动，有手语的带动，有现身说法，有灾民的现身说法，然后这点点滴滴的一个921以来的所有的感动的点滴，然后在现场我们也带动他们能够做一个比较余兴的我们的歌唱。那我们的歌唱呢，在我们921以来，我们就会带动祈祷，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一家人，还有我们的牵手来牵手，种种有好几首歌。那因为这些歌曲的带动，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跟喜欢，好像在内心也由衷的发出他这样的一个发愿。那我们都看到了，那这一首歌刚好我举双手的这一首歌，应该是在牵手来牵手最后的一个带动哦，彼此的互相，对对对，互相的鼓励，互相的祝福，对对对。然后呢，等一下还会手捧着心灯，让上人来点灯。那我知道在这一次的灾民汇聚的过程中，其实慈济人花了很多时间陪伴。是，看到这张照片啊，照片里的两位长者感觉还是哈深锁着眉头，不过我们的师姐就坐在旁边陪伴他。是不是很多的乡亲在透过这一次的祈福会，在心境上啊也开始慢慢有了转变呢？那当然会哦，因为我们所有的志工师姐，包括我们的慈诚委员师兄师姐，他都是坐在里面陪伴这些阿公阿伯，还有我们的这些乡亲父老，就像这一位师姐一样，就像这样子，对，然后帮他点灯传灯，
这样子。然后呢，阿公阿伯他当他拿到手上拿到这个烛光的时候呢，点了灯的那一刹那，他自己就泪流满面，他感觉到有希望，看到灯就有希望。所以伊讲古早人上爱点灯的意思，就是会当点开迄个心灯啊，所以他也把心灯打开了。这样的一个晚会，让我们感觉到他们把心门打开，然后呢，也把心中的泪呢能够流出来，能够把这个心中的泪呢化成他一生的力量呢。我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菩萨们，我们现在称他是老菩萨，这些菩萨们真的有走出来了。我想慈济给大众呢，感觉应该是亲这一份的很亲，然后这一份的爱。爱在哪里？爱在心里哦，真的还把它表现出来，让大家能够看到，慈济真的是像心灯一样，一盏很亮的心灯。不过我们又是怎么样从在灾区里的点心灯，慢慢的演变到现在社区场次的岁末祝福的呢？因为这个大爱屋的社区的点灯呢，我们走过了14个场地，然后点了14个场。然后这一次是大理的一个组合屋大爱屋的启用，所以呢，上人看到人潮依然是这么的多，然后上人也很感动，他说：“那我们从现在今年开始，我们的岁末祝福就在各社区自己来办，然后让这些人呢也能够回来跟我们同样的一个聚会，跟我们呢能够共同的一个点心灯的一个烛光晚会，所以呢我们才有了精舍师傅每一年都要到各个点的各个社区来跟我们的会众结上这一份好缘。那为什么要到我们社区？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慈济所做的事在一年里面都能够告知这些所有来的会众们，知道慈济是这样的做慈济的，然后呢为了大家的一个幸福呢，希望他们也能够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能够呢去协助大家，协助有困难的人，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我们有福的人就要走过去，这是上人对我们的一个指导。慈济的岁末祝福从2000年之后，除了原有的正言上人与慈济人的一年一会的师徒聚会之外，又增加了慈济人在各个联络处或者是社区所举办的岁末祝福。根据2014年的统计，全台�湾有将近超过36万人参加过慈济的岁末祝福。希望每逢新年来临，能够给大家一个欢喜相聚、时时感恩、相互祝福的时刻，来迎接每一个崭新的一天。今天非常感谢有素莲师姐、还有静阳师姐以及学子师姐来跟我们分享《回眸来时路》，我们下周见。